找到我们刚刚这一张哈，你不要按这个 end 哦，end 是回家比较快没有错，但是没有练习到哦。这个你按着它，因为它是 Photoshop 档案，所以你可以顺便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我 Photoshop 档案拿到 Illustrator，它是会出现一个这样的选项，因为毕竟是点阵拿进来嘛。你有发现它是用读入的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应该不用显示预示啦，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哈。好，确定。那其实你们现在刚开始用被子学院最大的问题就在没有提示点嘛，所以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转折，有没有？比如说，你看我们今天或之前有没有常常会看到有这种转折的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像苹果那个苹果这样到这边这里，诶，这里你不觉得我们以前有练习过一个叫 S 型，对吧？好，就类似像那样，那所以说转折的那些点，你看它点绕圆有没有一点、两点、三点就解决了，它没有用很多，好，没有用很多，你用的越多其实越难用。好，那这个怎么做呢？当然就照字母顺序来咯。A 你加我，A，所以你从这边按着拖曳到两边，B 在下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边就放开了，到 B 一拉，是不是拉到下面来？等于说这个比较接近我们实物在选东西，好，在选东西。那我是不是要转角的？所以按住 Alt，然后到这边来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来，画面还给你。